Hello， 大家好，好，我们继续主线吧。当晚，因为有人在华山之巅庆祝，多亏兄弟你得第一，不然我的面子非突然安静不可。也不知道是谁，当时中的潇洒，赢了我第一名对你来说也如同烫囊取物。场面话而已，不要细究。哎，喝酒喝酒。这是把喝足了吗？正好老夫送你们上路，当个饱死鬼。就凭你，问过我手中的刀剑了吗？臭小子，本来想让你死得痛快点，现在老夫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好强的掌力，这武功太强，大家一起上。哇，欧阳锋，哇，好强哦！完了，我觉得我打不赢啊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了。啊，我一开始还放错技，放错位置。哇，这种心法会反弹呢。啊，他会空明拳，你会空明拳，太过分了。狮王走马，引狙入瓮。啊，没有晕眩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看招！哦，还有小兵很弱。看招！哦，他要打我，空明拳打我，是我问号状态的人会胡乱攻击自己队友。哦。不难嘛。还好。现在小娃娃真了不得。他会回来对付我们呢？要看到白头老人离开。你认识白头老人？这大名鼎鼎的白头老人谁不认识？总觉得方玉华有点古怪。什么大名鼎鼎？我还没用全力呢，他就跑了。白头老人言过其实之辈，哼。对了，方兄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，待会儿正在开酒会呢，你也一起来一杯吧。我还有要事要忙，就不打扰各位了，告辞。大王上的还忙，武当派的怪人可真不少。回趟江湖闻名的白头老人也不落下风。少侠，你这少年英雄当真是实至名归啊！江大侠，但说无妨。盛唐药匙有两片，收集剩下的一片。但奈何据说头足都受天龙密探监视，不得已只好求助少侠。江南烟花之处探索，即使是你师父也不要告诉。为什么？正道不可信。怎么会？哼，方玉华贵为武当首徒，三更半夜出没在华山偏僻之处，行色匆匆，神情恍惚，怕是和你遭白驼老人袭击一次脱不了关系。啊，江天九，你也不是好东西啊。黑风寨一役过后，少年英雄名声渐起，恰逢少年英雄会举办，师父点名幸运参赛，文士武士一路过关斩将，夺个冠军，少年英雄威名大振，伴随而来还有那暗中的阴谋诡计。
发现。好，我们之前做一做啦，做快一点。灵蛇拳法。哇，不会他们两个要这边死掉了吧？跟杨过之前遇到他们的状况是一模一样的、啊、那接下来他们不会就要死了吧？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啊，老家伙，是你输了。得意忘形，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成浪了，哼！如果不是我只用三成能力，哎，老毒虫如何？我好怕怕哟。但是我只用了三成内力，那现在又剩多少内力？没有最强的招式，只有最强的人。相对的最强，哈哈，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。老教皇您等着，下次我赢定了。哦，还好啦，还好没死啊，他们没死没死。好看，这次是东方不败。本座近日四处游历，这是华山之巅，因为到葵阳向阳手这样长了四招，来让我看看你真长了多少。我靠，六万六十万是不是？是六十万吗？个十百千万十万，对，六十万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我靠，血也太厚了吧！我觉得他一击我就死光了。好痛哦！好，我们快转。好，打不赢。
太强了。我、这个已经打了赢啊，然后这边快转吧。突袭华商派，漂亮！小丑也敢造次，华商剑神。老夫乐意，第一代阵地，大言不惭。不就是攻敌必救吗？那边的小子，上去了解他。这货是装的，起码还有七成功力在。哦、我怕我打不赢。这就是大侠的绝招。啊，打赢了。你什么时候学会孤孤囧剑？剑石前辈刚刚不是用过了吗？六哦还不行，他们血太厚了、啊。哦，这他们都打不赢。有没有必要这么强啊？四九，好，这边快转吧。好，结果会打不赢。万剑堂，哎，朝代怎么两个地方都有他？哥还不够。到后期那个要练的那个功力要很高才能打赢。好，打爆你！好，快转！错的不是我，而是你们气宗的这些家伙。天冷了，不。哦，好累啊！先回效果。这主线，哦，这种去找香鹤啦。哎，我看一下哦。那这样子剧情的话 ，OK， 所以好了，那我们就留在下一集好了。好，那就这样了。那喜欢我们频道的话，频道主页放图片，按一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我更新影片你就要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拜拜。